today or die。飞升上舰，你休想！徒手关天门，这怎么可能？给我滚下去！不过是个苦涩神游的淤泥而已，竟然也敢在本座面前嚣张！就你有本体是吧？老娘也有，我还有亲哥赐予我的魔体。给我死来！血脉传承技，黑暗桑田。元灵妖尊，南域三大强者之一，统领天元界妖族几万年的大妖，就此引诱。第二个，还剩下最后一个。五色神珠一族的仇人，只剩下一个大光明宗的那一位了。元灵妖尊陨落了。上三节已经解决两个了，还剩下最后一个天明界，不过以斗诀大人的力量，应该也可以轻松度过。天明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强。众人闻言全都凛然起来，连斗缺都这么说，这天冥界到底会有多强？一时间，天冥界这三个字成了所有人心头的阴霾。斗缺大人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所有人全力提升实力，至少在大战来临的时候多一分自保之力。我有个提议，现在洪家老祖和元灵妖尊都解决了，为何不干脆也把大光明宗给拔了？不错，过去这三个家伙沆瀣一气，结成联盟，我们没办法对付，攘外者必先安内，得提前铲除他们。洪家和元灵妖尊的余孽也不能放过，除恶务尽。众人一拍即合，攘外者必先安内。天元界若一直有这几个毒瘤的存在，那就一直避免不了外忧内患的情况。朱五花在旁边听着，狠狠地握紧了狼牙吧。可就在这时，等一下！众人立刻转头望来，此时的决定权还是在斗缺手中。难道斗缺这个时候心软了，不想赶尽杀绝？传讯给边北城，给我叫人，一根毛都不能给那些家伙剩下。哦，好的，亲哥，我这就去办。我们无量宫也要出一份力。此刻的秦无穷双眼炯炯有神，这些日子以来他在无量宫让人安排了强差的练习，今天终于算是有用武之地了。
他决心要和边北城拆迁大队一较高下。